哟，有人摇铃了。紧急情况，开始公开内测，请各组派人参加，五分钟内到达现场，否则将罚款。五分钟得去，咱派一人去。去，我去。那您轮着去。上哪儿去？拿水，拿水。我去，我不跟他们在一块儿了，太丢人了。我想玩这个。那等一会儿，一会儿，一会儿。我没开始呢。你们这怎么玩？就是从这滑下去，不用手，不用脚，穿过七个。不用手，不用脚。对，你试试。趴着。对，要不你过不去。老千，老千，七进七出，你出去以后还得回来。现在算友军啊。哦哦，友军啊，友军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友军是吧？来。友军。真难啊，这游戏啊。哎，真灵巧哎！这不用手不用脚，绝对百分之百过。百分之百过不去。这个游戏好好玩。你们那是什么呀？我们那挠着嘎着窝。谢谢挠着嘎着窝。啊，就说完了，就怎么着？我能再试试吗？来，我想试。不用手不用脚，过三个。不是过三个好过呀？你试试。哇，这个游戏好好玩啊！哇，这个游戏太好玩了。你们队开始了，你不回去吗？我想玩这个。拯救论英雄这边，有参加拯救论英雄的朋友们，我来了。来三百五，三百五，哥，要你三百五，好不好？哎，差不多。然后就开始隔着是吧？来吧，请上。哦，来吧。我就记住，加奶量。你听我说啊，你别让，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，你别让，我踹你。开始。我全身较劲，坏了，月哥来了，啊！兄弟，太多了吧？那我算成功了吧？不是，你让这俩师哥摆一个，这怎么出这动作挠我一人？我可以输啊！我成功了，俩大小伙子挠我，敢输我俩？俩大小伙子呀！那给人家了啊，那怎么着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五百吗？可以，只要够数就行了，不带那一点儿。那咱就各自安好了啊。好。我觉得不用手不用脚划过两个，不许触碰任何纸壳。不行，两个太简单。你们为了让谁？为了让人赢吗？让人家赢，让咱们人输。啊，那你就仨。那就三个呗，三个啊！我说一遍啊，不用手，不用脚，三个不许触碰纸壳，只要划过去了就算赢。对，好不好？摇铃，摇铃，摇摇摇摇摇摇摇。师傅，七进七出，来人，来人！哎，七进七出，我们。哦，好的。师傅，申请望梅止渴测试。怎么着？可以啊，你来吧。来吧。计时开始，五分钟啊，我们这个是吧 ？OK， 摇完了就等着了，倒计时。望梅止渴，就要不九良去，我去吧。是不是拿一个？拿一水，拿一水啊！别倒多了，别让他们给顺了啊！老秦，老秦你别动了，你就玩这个吧，行吗？行。你想玩吗？我都玩好几遍了。行，你先回去拿点水。行。这个真的好难啊，但是好好玩啊。老秦啊，哥给你个任务，先憋着赢来。我也憋着赢啊，憋着赢来，因为我发现这个一般人过不了，他瘦没准能成。你过来来挑战来了，当呀，行，你能。来，恭喜你可以玩我们的游戏了。啊，老秦的啊。这个真的好难啊。哥，我把这水拿走。你等会儿吧，你等我抱着瓶玩，我都跟你我当着机器，我就给你抱着。来来来来，赶紧。
你别使劲往前冲，你让自然往下滑。我觉得我行了。行啊，来准备啊。我尽量赢呗。尽量赢，对，尽量赢。我要玩这个，这干嘛呢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这是怎么玩啊？不用手，不用脚，穿过去。我来试试。我跟月哥，我俩一块玩，得拿水。这是我的水，你先过来浇来。我跟你玩你的，对，玩你的。我只能玩一把吗？对，就一把。直接穿过去，不用手，不用脚就行是吧？不用手，不用脚。冲过第三个就行，穿过第三个，这太简单了。你太小看我们这个游戏了，哥。哎，哥，我们这车只能冲200斤，您超了吗？没有，没超。那怎么办啊？来，准备啊！我又推你一下吗，哥？推我一下。推我一下啊！哥，没有想到就到这儿了。不能用手，我怎么就到这儿啊？太沉了，我躺着试试。不行，推我一下。更高我怎么自赢啊？更高我怎么自赢啊？推我一下。比上回还近，比上回还近。您这有点黄二郎像耗子了，一窝不如一窝。这好难啊，这好难啊。我试一个，试一个。狗子，好好来啊。三个，穿过三个，穿过三个我们就赢了。对，我要赢了，我就能拿回500毫升去。对对，好嘞。丢人了，这个真的好难啊！350不要了，送给你们哥，行吗？行吗，哥？350不要了，他输了。反正我们队有的是水。现在没有成功的，咱得要俩成功的。现在，不如咱失败了，重新定规则，再来一轮呢。行，这有的是时间。我们重新定规则，重新开始啊。哎，我是哪个呀？你是什么呀？借东风。你们这是啥呀？我们这七进七出。你们队人都来了吗？现在还没，我还没。先玩玩。那我没带水呀，我怎么挑战啊？那你先去吧。这是洒了吗？就算。